太子，果然把二皇子的罪证全都交了出来。药鬼谷的酒好喝吗？殿下，今天晚上我们还去药鬼谷吗？ 上次谁说过，如果不高兴了，就让我罚他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你想怎么罚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 还是想你的龙飞夜今天晚上会不会来看你？没有啊。你脸上都写着呢，还不承认？是吗？这么明显吗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 是喜欢我吧？嗯，我很喜欢你啊，不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了，我可是有夫之妇。顾局长，你别这样啊，我不想和你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开玩笑的，本少爷还没有到抢别人夫人的地步。吓死我了，开这种玩笑！因为你很好骗啊。 答应你的东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就是这种药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看药方中有一种药，使用量很少，很难精确的称量出来，所以这种时候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了。你教教我呗。这个嘛，一朝一夕是学不会的。师傅，还请不吝赐教弟子。 干嘛要对我这么客气啊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碰他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可知错？我什么错？明明是你不对。顾局少受我所托，帮我研制解药。 闯进人家药鬼谷，人家都毫不计较，你还这样对人家？你到现在还惦记那顾七少？他是我朋友。朋友？我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以后给我离他远点。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？他可是一直喝着酒。你非要曲解我的意思吗？那你能不能不吃醋？我有吃醋吗？ 你还不承认？啊！你还不承认？ 嗯。